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今天为大家示范的是亚瑟破防 bug， 亚瑟破防 bug 哦，这是由建成所提供的哦，百姓觉得非常好用，我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哦。来看一下我们的亚瑟破防的条件是消除火符石哦，我的基友大炮是打10万哦，这边光明地精防御力14哦，打下去应该扣14，但是事实上呢？喵，还是10万。好，哦，接下来我们用直接伤害来做测试啊。哦，一样，我们不消除我腐蚀，不消除 ，no。好，来，我们用打左边那只看一下伤害，6014，哎，一字不差，直接破防，哦。可以看到我们不用消火珠就有破防的效果。好，今天的示范就到这边，请记得啊，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订阅旁边个铃铛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我这种啊 bug 的消息啊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，订阅旁边有个铃铛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欧啦。K.O.